拉掉。嗯嗯，内角的一个变化球进来，打者站着不动，遭到了三振。对，来看一下，这个曲球走内侧，但是裁判认为有进到球带。哇，速球过来，这个出棒的一个节奏是完全跟不上。对。角度还蛮低的哈、哦，所以进的角度算是精彩的，所以反而让打击者会恐慌。这不会，高国林今年打右投手，打击率.274，拉掉，哇，外角，国林傻眼哦，哇！但是呢，郑凯文在这个半局呢，收起刀落，连飙三张老 K， 送给波安将三上三下。好，我是妮可，请大家订阅中信兄弟官方 YouTube 频道，以及锁定 Podcast 兄弟你来说。